好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我们现在要吃点东西，然后再继续走。是啊，就去带姐姐跟哥哥跟妹妹。可以给我一点点。看到姐姐了没有？有。哎。哦。走啦走啦。OK OK， 不可以叫你，因为他是我。来，进去先，进去找曼萍姐姐。慢来，不要紧啊。好啊。哇，你们很快啊！我跑前面呢。等下你去看有什么好玩的。等我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我们的房间喽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，叫 The Villa。哇！哦哇哦！你要在这里冲凉。这样在这里冲凉，不是要把门全部锁吗？来，走，我要上去来。走，我们上去。
吃个石榴。嘿嘿嘿。还有，跟那个狗狗一起那个。狗狗，我刚刚理了肚子的毛啊。哎呦。变态了。什么？